这首《菠萝歌谣十三》好听吗？对，它其实是一首比较简单的歌曲，没有什么那个男生女生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大家可以一起齐唱。不过呢，发热带刚刚我们村长有介绍嘛，我们的团名是什么语言？对对对，没错，有在认真听阿美语，因为发哥太迷人了，所以都只有看他而已。搞不好大家今天就是冲着他来的，为了一定是，看有没有过来接他剪的那个碎纸屑。你知道上次有剪的有没有？就是真的没有什么、欸。不是很可爱的是，其实发哥他自己都会撒了之后自己扫，所以等于是因为现在就是不方便，待会就会看发哥在那边扫地，他很注重环保的。或者是大家有空的时候先帮忙一下，待会交给他，可以摸一下他的左胸肌跟右胸肌。好，那讲到阿美族呢，那可以就是知道台东比较多的人数最多的就是阿美族嘛。那我们的团名用阿美族来取呢，发霉就一定有它的原因在哦呀、对，因为全台东全台湾了、最人数最多的族群呢就是哪一族？对，阿美世家比较没有阿美族啦、阿美族是人数最多的，那特别在台东花莲这个地区。啊、但是我听说桃园有没有桃园的朋友挥挥手一下，有没有桃园的朋友有吗？有哎，桃园的朋友你们好，那边是现在是全原住民第二多的那个乡镇，因为很多都到北部去工作啊，或者是反正就换一个地方生活，然后其实他们那边也会举办一些就是例如那个微风年纪，对，年纪啊，丰年纪这样子、对，好，重点就是因为你看到大家看到手被夹住了，大家看到就是很多个麦克风吼，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歌手，那我们现在来掌声欢迎他们出场，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耶、没错呢，他们就是来自我们阿美族部落的歌手们。凭什么他们出场就要被拍手呢？因为也是要展现实力吧。对，他们是有实力，而且他们一出现就是让我有一点放松的感觉了。因为毕竟一个人唱歌也是很累，好不好？那他们待会呢会带来一连串的阿美族的歌曲。如果你来过台东了，可是没听过阿美族唱歌的话，那真的是太可惜了。那今天就是刚刚好遇到发热带，又有遇到我们那个阿美族的朋友。那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团体啦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。我们有另外三四个团体。好，那随便讲一讲，可以吗？对啊。哦，他们就是呢，阿美族复音青春歌队。有没有很青春嘛？很青春哦，青春洋溢的感觉。有吗？来脱衣服看一下有没有青春。你不是不是，抱歉误会哦。那个他们里面穿的衣服有那个青春歌队的队服啦，是里面好不好？跟那个体态没有什么关系。哎，有小朋友，哎，抱歉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听我们的美族歌手们带来的一连串的阿美族的歌曲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就掌声给他们。